翻开书本，你会发现最少有10万种以上的语言、逻辑、模板可以去描述人和事件的关系，但是也许只有一种方法是可以让我们体认得到的。无论在古印度还是古中国，甚至是其他的文明里面，多少都有类似的技术。它到底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或者我们无法用语言去讲。但是当你看见这样的一位过百岁的老道长张志顺道长能够有这样的一种身体敏捷的思维，他能够健步如飞，他牙齿不掉，而且他告诉你他是如何一步一步的真正做到的，你就会发现 just do it 的精神如何体现在所谓的生命成长里面。张志顺，1912年生人，道号米经子，道教全真龙门正宗第21代传人，数十年来隐修于终南山，是当今世上难得一见的高道。自入道门以来，张志顺道长追随多位高道，学习道医以及道家内丹修炼，精通真药，对导引暗窍有独到的研究。为弘扬道学，传播道家养生文化，百岁高龄的张志顺道长穷毕生所学所悟，整理编辑了《气体源流》《米经子济世良方》《八部金刚功》，惠及众生。中医到流门啊，中医和我们道医有些差别，差别在哪里？你们只是学的社会上的什么病啊，什么病啊，用什么药呀，用什么东西啊？我们道家先讲你的年龄，然后再讲你内五行、外五行，先讲你阴阳，在四季哪一季得什么病，哪一季不得什么病，这就是先讲的内的东西，这是这个差别。但我讲一声问题，首先我没有书读，我没有什么毕业证，也没有什么大学、哲学、大学毕业证，没有。那么当一个医生先有三个标准，那么首先要看四个绝症，一共是12绝。我想把这个12绝，可能中医也好，西医也好，那么我们都是中国人嘛，啊，我们都是互相的学习，取长补短，不很好吗？啊，那么这个12绝，大部分医生只要会平脉，那有3绝，这个都知道的，就是五漏、下右、尿浊这么三个脉，一共是我看的是李平湖的脉诀27脉诀，24脉诀分为24季，哪一季什么病，哪一季什么病，啊，那么最后的三步那是绝脉，啊，刚才说了。那么人身上先找着12绝脉，你把12绝你掌握住，这个病不只会死到你手里，你不要把这个病死到你手里，对你命运也不好。那么3绝是内里边的脉诀，3绝我说了。那么当医生的人，你知道那还有9绝的，5行3绝。外五行3绝，那么5阴3绝，5筛3绝，那么你们知道不知道？张志顺道长根据平生经验，总结出医生不可医治的12绝脉。究竟这12绝脉是如何表现的呢？你把这12绝脉弄清楚，这个病人还能活。12绝你有1绝。绝对不能活。张道长一生行医，将懂得药性作为行医的首要条件。百灵道长说道医，梁冬遇见正在播出。你把这12绝脉弄清楚，
这个病人还能活，十二卷有一卷绝对不能活。那么外无星缺，那么五官人物上望闻问切，先看你的五官，五官先看你的五脏、五肾、五行。那么外无星缺，鼻子歪了是一卷，鼻子一歪，你不要看了，这是一卷。这个下颌顶到胸部，抬不起头，这是二绝。那么另外一个绝是眼绝，眼它平着看不上，它都是眼睛往上翻，这是一绝，这是无形三绝。那么还有无色三绝，五种眼色。那么第一个黑色如炭，就像那个木炭一样，那是一绝。那么白色如骨，如那个死人的骨头，那么没有一点虚实，没有一点水了，这是二绝。那么另外一个绝是黄色，啊，那个黄色如黄纸，干瘪瘪的，这是三绝。那么还有五阴三绝，人说隔山能知生死，隔什么山？不是隔一个大山。就是这个穷人屋里这个有这个屋山，它中间生个疯子，那边一个病人哼还听他的声音，就知道这个人的生死能不能生，能不能死，这是无因。那么什么因？那么一个差因，他说话差，就像那个烂东西一敲啪几个人，这是一个差因。另外一个是有生无音，他生啊，没有后音，没有后音的，这是一个。那么另外一个音是什么音？那里边说话，你这边什么人都听不着，他的气已经绝了。你首先看出这个十二绝没，十二绝相，不管哪一项绝，都不能活。首先要决定这个脉搏。那么三针正确是哪个？人家说四针八纲嘛。我为什么要说四针？有些病人在自己身上他都不知道那个。你说啊，你还有什么病？哦，我还有什么病？你光靠问是不行。另外一个要针灸，什么针灸？药性。我光看脉理看了三，光看这个药性看了三年了。你看了没有？你把药性没弄清楚，光是读几个汤头歌，什么病加什么方加什么方，不行，绝对不行。你把药性没弄清楚，在哪一脏，哪一脏为主，哪一脏为辅，看病啊，就跟敌人打仗是一样一样。用药就同用兵，哪一脏严重？哪一脏用什么药，用什么主药，用多大副药可以辅助。哪一脏有病你没能清楚，你不敢想，你把药性没能清楚。但哪一脏有病的话，你把那一脏压的药加大，那么副脏加少。因为你跟敌人打仗，你把敌人能清楚在什么地方，你没能清楚，不能打一些枪不起作用。你把病能清楚，把哪一脏的病药下重，你猛攻，这是必要的。把药性要弄清楚。最后一个什么？最后一个，你看病就当着你自己的父母，当着你自己的儿女，你是绝对不敢马虎。有些人这边看病的，那边跟人聊天的，啊，聊了五分钟，你什么病？不，我开了。究竟你问他什么病，他还不知道。所以当一个病人呢，这个病生也在你，死也在你。那么当医生杀人不用刀，一副药下错就把人病看死了。你把人家的儿女当成你自己的儿女，你把人家的父母当成你自己的父母，你能不能敢马虎？是绝对不可能的。要把病人清楚，闹清楚，药性能懂得，
那么你下药百分之百的能治，这是正确。我刚才说的这个十二句，想给你们当大夫的人，你能看过一句，你不要看了。原因在哪里？你不要叫这个病人死到你手里。那么我过会儿大家问我，你只能不能？那我既然能说，我就能决定。你能决定这个病还能活几天，死到什么时辰上，死到哪一个几点到几点这个时辰上，你都能决定。但你没看准确是你决定不了。那么我本身上还有三个绝症。那么有些人掏了300万要买我这三个绝症，不允许我这三个方能在中国治病。我说你给3000、3万我也不给你买。我是为了及时救人，我不是为了你的钱。我有三个绝症，你们是大夫，你们拿着人背，你记住。凝结了张志顺道长80年道医精髓的三个秘世绝方，如今将公布于世，惠泽众生。究竟是哪三位神秘的药材？这一个方子是我一个绝方子，你不管在哪儿看什么病，你把它叫到就得，90%的有效。梁冬遇见百灵道医张志顺，继续开讲。那么第一个绝方就是七枝灵，一个是一枝花，一个是柚子七，一个那个灵珠，就是这三个东西。你不管看什么病，你把它加到里头，绝对没错。那么这个柚子七是三个叶，三个叶归于肝脏，肝是三个叶，它是从上往下长。从天往地下长，那么那个一枝花，它是一个干干，一个干干上面七个叶，七个叶分七派，在人身上就在肺脏，它那三个叶在肝脏，就是那么属于灵魂。我都从这两个东西配成了一个丹方，因为我们从道术里头研究出来。牛子漆，又名朱子参或寇子漆。滇南本草中记载，牛子漆苦甘微寒，归肝肺胃经，用于气阴两虚、虚劳咳嗽、跌扑损伤、外伤出血。漆叶一枝花，又名十二重楼，是外科热毒病症之常用药，凡一切臃肿疔疮及一切无名肿痛，均可内服和外用。败毒抗癌、消肿止痛，也可以治疗跌打损伤、虫蛇叮咬，是云南白药的主要成分之一。那么我另外加一个灵芝，就是大家在街上买的那个灵芝，那个灵芝。没有苗，没有籽，没有根，它是借天地的灵气才长出来这个东西。因为它没根，它也没苗，也没籽，就因为这个灵芝在人身上调整灵身上的灵魂。灵芝，按《本草纲目》上的记载说，灵芝性平，味苦，无毒，主胸中结，益心气，补中，增智慧，不忘，久服轻身不老，延年神仙。用作药物的灵芝为赤芝和紫芝，其药性为肝平，归心肝脾肺肾五经，主治虚劳、咳嗽、气喘、失眠、消化不良、恶性肿瘤等，对循环系统有降压和增强心脏收缩力的功能，对呼吸系统有祛痰作用，此外还有护肝、提高免疫功能、抗菌等作用。这一个方子是我一个绝方子，你不管在哪儿看什么病，你把它叫到里头，90%的有效。你单用也可以，
另外一个房子，那市长你不好找。哦，现在西藏呢都是用这个一个妇女倒血流血，那么血红流血的不止，医院里没办法，就是用那个烤电把你烤。哦，那么我这个房子，你只要铁胆的病，哦，有一副药都可以。另外一个东西，现在叫芦寿茶，就是芦寿茶一年四季是留神，这个东西专一的治倒血不止。你把它，你要是没有其他的药，你光拿这个芦寿茶，你熬一锅汤，马上就止住。因为这里头加上牛子鸡虫肉，又加上这里头治的那个肺脏那个东西里头，你把它加到一块儿，不管你倒血再严重，吃不了两副药，一副药就今天上午吃的，下午就慢了，等到半夜这个血就止住了。那么你们大家把这个方子一定要记住，哦，一定要记好。所以我说的这个病啊，有些是热症，它是外冷；有些大寒症，它外表是热，这个你要记住。另外，我跟大家大夫介绍一两个东西，一个问题，胃，你看100个、1000个、10000个胃病，你只管当寒症治，不要当热症。胃不带凉症，不带热症，胃是身上的一个大胃火炉，它不怕热，它单怕凉。人都是吃凉东西吃的多了，把胃挤了。哦，100个胃症，你就当那个寒症吃，它怕寒。那么肝，你可记住，它不怕寒，它单怕热。那么只要肝一带病，你当热症吃没有错。为什么？肝抵抗力，肝是人身上的一个将军，是个大将军，两兵嘛。这个血，胃生血，脾通血，心养血，肾平血，肝止血。肝脏能止掉这个血，这个血再疼，身上再疼，它一咬牙能控制。那么这两个，一个肝脏，一个胃脏，一个寒，一个不带寒症，一个不带热症，你把它记住，绝对看不错。我说我一生是这样子，或者有不对，那么当医生慢慢的研究，要靠自学为主。你不过要光靠老师给你教，老师给你教有时候他也不知道，你一自学，要把这你自己下功夫学。那是没错。他们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的重逢，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在你的心里面没有一个他，就算他在你面前走过也会擦身而去。所以所有的相遇在我看来就是你遇见了一个你心中的自己。希望我们可以在 TV8 相遇。我是梁冬。难得，非常难得有机会今天和大家分享这些东西。我自己的真实感受就是，刚才师傅呢，我跟大家讲讲刚才那几个方子哈。第一个方子呢叫通用方，就是那三味药，叫七支灵嘛，对吧？这通用方，他刚才讲的是呢，有一个呢是7个叶子的，那是入肺经的啊，肺经；另外一个呢是3个呢是入肝经的。肺经和肝经呢啊，因为这个大家要有个概念，所有的数字都是有宇宙道理的。这话不是我说的，是毕达哥拉斯说的。毕达哥拉斯是希腊的一个非常著名的数学家，他通过终身的研究发现，原来每一个数字不仅仅有性格，而且还有脾气，有道德，有自己的体会啊。这是毕达哥拉斯的一个认为。所以呢，我们很多人都在问数学到底是干什么的，为什么数学家到最后都充满了一种神性，是因为真正的数学家到最后他是可以借由数字去理解宇宙真理的，他不是借由物质去理解的。好了，师父刚才讲那个方子呢，有7个叶子呢说明它是入肺经的，有3个叶子呢说明它是入肝经的，他用这味药作为一个
普世方加在不同的药里面可以提振药力，是不是？啊，第二个方子呢，治的是血崩啊，啊那个方子。第三个方子治什么来着，师傅？第三个方子就是治盗血的那个。啊，盗血的第二个方子是什么哪个来着？那还有一个半身不遂。那半身不遂呢是有33个味药是吗？另外还有一个方子。27味嘛，后来就变成33味嘛。还是一个什么？我们书上面有14味香蒲散，专治的这个妇女不怀孕。我治好一个是49岁吃药，吃了9个月，那么到50岁怀孕。到51岁，生了个儿子，叫武一。啊，叫武一。那么一差不多的话，一般妇女要是3年、5年、10年、8年不怀孕的话，你最多能吃上4个月、3个月、5个月，她都能可以怀孕。就在这本书里面是吧？就在这书上面的，就是14味香蒲散，每一天一早一晚重喝一点，然后你例假来的时候，来几天你吃几天药。吃谁的药？就吃王清仁的少妇逐瘀汤。少妇逐瘀汤是王清仁的，我这上面写着的。来了5天你吃5副，来6天你吃6副，反正吃不到3个月、4个月肯定能怀孕。嗯，这是肯定的，这一个方子也是最好。对，就师傅呢就是反复强调一个东西，我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是用药，后来用针，到最后呢就导引按桥，对吧？到最后呢都不用了，只是练八部金刚，对吧？您讲讲这个转变的过程是怎么来的。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张子阳那么传出来引的八脉，是白玉簪把这个8个脉络里头又加了8个动作，内练可以成仙得道，外练可以祛病延年健康，这是正确的。哦，那么实际上呢，可不是我创立的，但这个八部金刚，那么到现在，在2年以内，好了17个癌症，那么好的这个老年人高血压、糖尿病、肩周炎、腰疼、腿疼，现在好的不在少数了，据计算的话，要有100以上了，这在1-2年中间，这是从海南，他们几十年的不好的病住到医院，没办法。后来就练上这个八部金刚的话，练了在2-3个月好了，好了是国家的领导人，最后来了知道说这医院的说这就这么很简单的8个动作。后来一个教这个太极拳的老师，还病了20年了，就把我们这个八部金刚加到里头，练了还不到2个月，他因为有基本功，他病一好，他就跟那个太极拳的协会老师群众一说，他教了300多人学生，把这个八部金刚也是道家的，太极拳也是道家的，我们搁到一块儿练，不很好吗？